唯武独尊秀手机，蔡依林卖什么傻傻分不清楚。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人家早就换新歌了，你还在傻傻分不清楚。现在流行的是电话皇后跟我配好吗？哎，这不是最新的唯武独尊主题曲 MV 吗？可是怎么一直在秀九令代言的手机啊？哦，难怪你会分不清楚，还真是搞不懂他在卖什么耶。人家之前姐姐谢金燕也代言过，听说今年本来想续约，但是因为他没有新作品创作，厂商才又找回最十足的代言人九令啦。所以九令这次到底在卖什么，你搞清楚没啊？哎呦，不是西瓜啦，被你气死。